谢。那我们欢迎王子老师。Hello， 大家好。Hello， 欧总。Hello， 欧总。欢迎主办。主办。文婷、嘉诚、子湘。喂，都记得。哇，是。你们太帅了，太帅了。老师，那你跟我们这么久没有合作，那这次合作有什么特别的感想？哇，时间过得很快。我们刚刚还在后台讨论，我上一次去当导师合作赛的时候已经是一年前了，然后看到你们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帅，然后表演呢也变得更有魅力，然后变得大家更喜爱，然后今天呢非常替你们开心，有这么多喜爱你们的人来现场支持你们，非常的棒。谢谢王子老师，我准备一些话跟你说。我吗？该不会是要刚刚那个 solo？ 不是，对不起，刚刚那个。来看一下，我有朋友来，他说：“哎，文婷可以哦。”哦，哇，谢谢谢谢。文婷机会要把握。啊，你说。哦，就是很感谢老师在节目的时候选择了我们这三个。谢谢老师。那我们等另外三个人，另外三个。有。哎呀，哲言有到后台请我喝咖啡。不是。不是啊，老师合作赛哦。对，合作赛。对啊，不要这样。但我觉得后来你们变成欧总之后，你们每个团都非常的平均，然后真的非常的棒。就是有你选择我们，我们才有今天这个舞台。没有没有，你们自己要来就可以抱一下吗？抱一下啊，好好好，抱抱。你们自谋福利啊，自谋福利。你要客套多久啊？自己谋福利。而且今天你们是有应援紫色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所以我就特别去有发现，有发现，有这个小巧思，好帅。对，内裤的颜色没有啦，没有啦。我蛮好奇的，其实。对，老师，那刚刚嘉诚摸你胸肌，嘉诚觉得什么？我觉得没有，因为前阵摸回来。最近有健身哦。没有，我有看老师常常发那个健身 IG。对对对对。我本来想说摸下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成果，真的有在练。哎，真的有在练嘞，老师真的很壮。我刚刚看到那个文婷的腹肌哦，也不错。对，其实大家的身材都非常好。就是今天跟你们年轻的，你们好像都小我一轮，对不对？感觉我自己都年轻了起来，不想再跟那个什么棒棒糖合体了。干嘛？年纪太大了啊！年纪问题，今天感染一些年轻的气息，可以。不然每次阿伟都在宣传他的点点心。我好像知道是哪一位。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跟你们合作，谢谢你们的邀请。其实我们这边有个小人物，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前阵子王子老师生日哦，只是想邀请大家祝老师生日快乐，可以吗？哇！一二三，我们祝王子老师生日快乐，好不好？好。一二三，祝王。不太整齐，我们讲王子老师生日快乐，好，感谢，好，一二三，王子老师生日快乐，谢谢大家，谢谢老师，好感动，哇。拜拜，江老师，掌声给老师。跟二楼的一样，打声招呼。大家好，我们是欧少。啊，第二天还是非常多人来，真的。我刚刚有看很多来宾。对。那我们今天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来宾呢。啊，首先呢是我们索尼的两个女神。女神？没错，没错。一姐。徐若瑄，掌声！还有我们的洪佳慧，佳慧姐，耶！佳慧姐 ，Hello， 接下来是我们的师姐，平放，师姐，师姐，师姐，我上平放。还有我们的原子爸爸，张哥，耶！还有蓝君天，耶！还有我们兄弟们 ，Yunus。
帽子，好可爱哦！哎、欸，你不是嘻哈团吗？装什么可爱、啊？其实那个造型蛮适合你们的，你下次可以试试看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们比昨天来的那些人还要给我面子。然后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们昨天那几团穿太帅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昨天他们来那个，他们在水吗？那个他的头，他绑个马尾，然后穿那种全套的那种西装。他们今天只是装可爱，真的那几团穿太帅了。你装可爱，哎、欸，装可爱是可以理解的。哦，我了解了。可爱可以拯救世界。那为什么有黄、欸？哎，那黄啊？你为什么有啊？啊。那怎么办？我刚急想不小心拿到黄，不小心拿到。接下来呢，这个下一首歌有点小小难唱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副歌，朝着远方的星球起飞。起飞啊！